钓有说的应该就这一池啊，非常小池，看起来应该是。我不会说是那一池，这么神奇吗？其实水还蛮深的，试试看。第一看就中阿福，根本输。没有说阿福，他会第一看就中阿福。第一看是中阿福，我跟太扯。好了。有那个鲫鱼泡泡。看起来鱼体好像不大，所以用细一点的钩子跟着钓钓，因为我觉得底这样钓不是很理想。还有顿点，
空调吧。
有点受伤。第六，对吧？垃圾鱼啊，我钓起来。讯号是好啊，啊能长得像
计于全。